还是上次三颗香芋南瓜，我们摘了一批以后，还在开花结果，我就让它继续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个是一根藤上的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这里这么过来，这根藤上只有一个。十二，你看有多大？这个稍微长一点的，这根藤爬过来，没地方走了，我让它在地瓜上面爬着。这个一根藤上面一个瓜，个头特别大。上一批的香芋南瓜，这么一个熟透了，掉下来了。总共有三颗的香芋南瓜，总共结了20个瓜，产量很高。